上画出方程式 x 等于二分之五的图形，就代表 x 一定要放，一定要带二分之五进去，然后 y 带任何数据都可以。二分之五这个代分数就会变成二又二分之一。在数学上找到 x 等于二又二分之一的图上，然后 y 等于，他说图形所以要画线，所以这一题的线就是这样。你只找了一个点就可以画线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 x 他只要一个点而已，任何点都可以带任何，另外一个点就可以带任何数。譬如嘞，你随便带一个数，随便带一个数。当然他没有做错哦，他做这样很好哦，因为这一种题目的确只需要找一个点，没有错哦。只是那另外，如果我要你随便再找一个点，你会找谁？随便拿一个点。随便再找就好，给我一个点，写下来，写下来。他现在给我二又二分之一零嘛，如果再随便一个点呢，你可以写谁？OK， 只要 x 一样 ，y 你可以认找。有没有问题？来，掌声鼓励。